变成了可以连发的，得得得，我记得变成可以连发的，得得得。哎，移动速度、跑射速度、主项脉存速度 ，OK， 完美。快满等了，嗯，可啦，不知道到底要不要，就是这个好像也蛮有用，因为让人家跑不了步。好像是蛮爽的。但没什么空配件可以拆。哦，接下来就是升那把了 ,SO14。而且对啊，你看。那伤害还更高欸，哦，但是射程被认，那射程就没有这把那么扯。嗯哼，你先用用看吧。